就算改战篮球，吴亦凡帅气过人之后，我眼睛闭着投给你们，送你们一球。好啊，你试试看。现在为你上演的是中国新斗牛。中国新说唱玩起主题派对，不，我是说主题挑战。潘玮柏与邓紫棋带着子弟兵来到篮球场，徐编合理怀疑潘帅根本私心寄养。我也要投一个。你这样推，你这样推，往上推。我可以这样。也可以啊。好进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真的进了。喂！隔壁队貌似也掺杂许多私心成分，开启了中国有围炉。非常的，非常的烫。千万别碰啊！千万别碰，这是碳啊，这里面真的碳在烧。给力吗？这是要怎么给力？吴亦凡队吃饱喝足后，还到篮球场找韦伯队 PK。